最近的好天气让大家蠢蠢欲动，想要出门散心，可我们还是奉劝大家，新冠疫情期间居家才能珍爱生命。今天就来带领大家来场零时差、免门票、不排队的虚拟旅行，让您可以窝在舒适的沙发上，就可以享受到酷炫的游览体验。作为巴黎的传奇美术馆卢浮宫，在疫情关闭期间推出了在线游览的项目，现在您无需大排长队，就可以零距离欣赏蒙娜丽莎。数百年间曾在卢浮宫居住过的法国君主、国王和皇帝，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他添砖加瓦，增姿添色。在这里，每一件艺术品都值得欣赏。您可以通过60个全景介绍参观，或重温包括德农馆、卡亚蒂德大厅在内的经典之初的华美装饰。无论是创作于公元前20世纪、流传至今的希腊化时期巨作中弥足珍贵的原品萨默瑟雷斯岛的胜利女神像，亦或是韦罗内塞的作品加纳的婚礼，都可以利用 VR 技术大饱眼福。作为21世纪奇迹之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拥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人类伟大成就，收藏涵盖全球，时间跨度6000年。您可以在同一天看到罗马帝王的奢华、埃及陵墓的神秘，以及摆满整个展厅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这就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共享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带来的极致游览魅力。632号展厅的光影大师福梅尔的存世真迹，从206号展厅开始的亚洲艺术品收藏，都是值得观赏的。此外，谷歌艺术和文化项目涵盖顶级博物馆3000余幅世界级艺术品，可以通过艺术照相机欣赏到高解析画作，图片可以无限放大，让作品的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见，还可以选择360度视频、街景等模式进行赏析和游览。希望以上这些好玩的地方可以让您在家大开眼界。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订阅魅力中国中文电视，关注我们的微信号魅力世界，或订阅 YouTube 频道 Charming China， 收看更多精彩节目。